家里的那个就重要的建筑可能三本被打掉，那就麻烦了，或者是巨型螺旋塔被打掉，那就麻烦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，哇，传输棱镜飞过，尴尬哦，看到这么多地面单位，那神族赶快要回拉，回救回救。好，现在是二三的攻防蟑螂，那这边有一个立场，不过虫族其实是可以，就是你知道遁地上去的。好，没有，好，直接要来这边打了。好，我们这边蟑螂虽然很多，但是呢，哇，这个风暴音吧。好，然后还有四只的不朽啊，四只不朽，哇，蟑螂直接举旗投降，赶快回家。好，游戏来到了31分哦，还在进行。然后八只的雷兽正在出，八只啊，八只雷兽。那么，Huck 这边呢，有没有什么？看一下 Huck 有没有要出妈妈船之类的？我们这个时候，哇，这个打到大后期的话呢，希望可以看到一个航空母舰或者是妈妈船。哦。舰队导航台，好，妈妈船呢，准备要来咯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更多的海浪毒爆，然后呢，雷兽呢，现在是二三的攻防，雷兽的防御没有升哦，雷兽的防御没有升，这个提高2点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差很多，尤其是对付不朽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只雷兽还在里面，好，那哦，放下来了。我觉得虫族空降的那个动作很可爱，它掉下来的时候还会就是你知道晃一下它的肌肉，尤其是感染虫空降很可爱。好，这边呢有一些蟑螂要来空降，那然后其他的单位全部拉到了地图中间，要来做一个二线。我们哈克呢这个时候看到了蟑螂空降，直接把所有的东西都拉回家，拉回家。那但是事实上呢，这一波兵才是要来到哈克的，哇，哈克的这个11点钟方向。不过这个11点钟方向反而不是现在最重要的地方啊。这些雷兽应该是要来这里啊，来拆这边。哇，我们妈妈船正在出。哇，OK，那么这个时候雷兽赶快跑。哇，上来之后有没有完全没有做到什么伤害？他就算把这些东西全部拆掉，Huck 重盖就好了，因为有经济。我们这时候呢，哇，这边全部去撞不朽，不太对吧？好，那这个时候，Huck 没有继续，这个 Area 呢没有继续攻击 Huck。做一个闪追，跳上去打专打你的雷兽哦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风暴，风暴好痛。好，用这个执政官在前面挡，执政官的能量很厚哦，护盾很厚，打雷兽呢刚刚好。好，我们这时候看到的是26只的腐化飞虫，那 Aria 呢还不知道有妈妈船这件事哦，这个时候过来看到了。哇，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尴尬了。已经好近。好，Huck 也是马上抓到你的这三只蟑螂。好，很多的腐飞，还有感染虫。哇，我们要来看到一个大后期的神族和虫族的对决。好，我们开始出虚空。Huck 的虚空在这边。对付这种大后期的单位，那 Aria 呢，直接要来上喽。这边有12只的寄生王虫，然后腐飞一堆，腐飞也是12只。哎呦，12跟12只。然后呢，地面单位有雷兽，有感染虫，感染虫还遁地了。这个是要直接上的意思吗？Huck 准备好了吗？我们 Huck 的妈妈船已经在这边待命了，然后。能量来到88、89、90，等到100就可以放漩涡了。好，那么，好，我们这边呢，先寄生王虫、腐化飞虫都上来。这个哇，腐化飞虫需要去把这个圣母舰点掉啊。而且我们需要反影的单位。哦，直接先把影点掉。哇，然后这边一个黑洞。哇，然后神族哇神他没有反影哦，所以神族呢这个时候感染虫要执政官要进去吗？哇，变成要。执政官马桶了，好，直接一出来，我们看到损伤资源，哇，直接神族这样子继续的攻击，然后非常多的狂战士在下面，然后呢，还有
还有呢，这里有执政官，哇，虫族全部被解决掉了。虽然妈妈船是被打掉了，但是 Hark 呢，执政官都还活着。好，这边开始呢，第四继续的攻击，地面单位很多，虫族表示很难受。哇，这第四多也没有用哦，好多的追猎跟不朽，还有呢执政官，这一群是做什么？然后呢，更多的哦，这边是海量的小狗出来。通常是虫族如果是遇到这种状况，就是会海小狗，因为海小狗狗出的速度比较快，然后呢再加上如果爆钱的话呢，海小狗出来打会比较方便。可是呢，哇，哈克这边还是很多的狂战士，跟狂战士这边还是有三三三的攻防，还有护盾啊！哇，这狂战士无敌耶！这狂战士打这么多小狗，居然还活着。好，哈克呢来开下了黄金矿。虫族这个时候麻烦了，因为虫族爆完兵之后呢，会需要那个银行里的那一大笔钱。可是现在虫族是没钱了。盖下了六只的雷兽，这个出雷兽好像不太对哦，因为出雷兽。对方有这么多不朽，然后又有虚空，又有执政官。那么我们看到有另外一台妈妈正在出，妈妈又要来了。好，雷兽出来了。哇，更多的狂，哇，这狂战士这样，难怪虫族之心要把狂战士改弱，狂战士后期太强了，又便宜又基本又强，狂战士 A 上去就好了嘛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哇，我们这寄生王虫现在不能死欸，这寄生王虫死了，等一下怎么反应？妈妈船呢？哦，好，很多的这个攻击，好，雷兽的数量还是很多，但是没有办法对付空中的虚空。妈妈船出来了，赶快移动。哦，妈妈船要来了，而且这些雷兽血都是红血，哇！不过虚空应该是没有什么攻击攻防加成吧？有啦，加一还有加三的护盾为什么升级贵？就是因为所有的建筑啊，所有的单位空中地面全部都会加，因为那是神族的血条之一，所以护盾才这么贵哦。Hark都有办法升到三哦，那好，赶快哦，后船该补血。啊，妈妈船还在这边。这个时候的单位数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三只执政官、虚空、七只的狂战士，还有妈妈船。那神族这边是17只的蟑螂，还有5只后虫、3只的雷兽，就这样而已。还有一些小狗。哇，这边这样子打起来的话，虫族其实是有点麻烦的，因为如果被等一下又被漩涡炫进去的话呢，执政官会很吃香，狂战士也会很吃香。因为他们一出来就是很乱的这样出来嘛，那出来之后，狂战士可以直接包围你的。好，第一次拔起来做什么？第一次又不能在这边插，对不对？起来也没有用。哦，要扑虫胎，难怪。好，扑虫胎直接上来了。哇，第一次直接上来了。好，哇，这边打起来。哇，这边可能是虫族的最后一波啦，虫族都没有钱了。好，直接用一个这个马桶，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，好 ，Hark 呢，哎呦，聪明欸，虚空没有进去，因为虚空可以在外面集气，集气之后出来直接攻击。哇，损伤，我们看一下损伤，虫族的损伤一直在飙高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执政官跟狂战士太吃香了。哇，那虫族没有看，虫族看不到东西。哇 ，GG， 虫族呢打出了 GG， 哇，然后呢，他完全没有反应哦，那反应刚刚被打掉了。那恭喜 Hark 呢在这边取得了这一场的胜利。好，这个打到大后期哦，这个虫族跟神族呢整个一半一半分割。好，那这场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啦，我们就呢再来看看还有什么精彩的比赛。那对了，记得订阅一下这个 YouTube， 好，拜拜。